莲花湖有三峡、五湾、六大岛屿，与百里之外的镜泊湖遥相呼应。3D 电影智取威虎山中的鹰嘴峰及高波牺牲地，许大马棒匪巢、电站大坝、苍鹭岛、老虎喇子等38大景观遍布两岸，威虎山也因此再度声名鹊起，远播遐迩，成为休闲度假、避暑纳凉的首选之地。炊烟袅袅的部落村庄，满眼雾凇的群山峻岭，令人惊叹的雪岩、雪蛇、雪蘑菇等雪韵奇观目不暇接，造就了千姿百态的一方盛景。这里就是雄阔壮美的中国威虎山雪村，这里的滑雪场和31个娱乐项目，是游客纵身冰雪运动，尽情拥抱冰雪的浪漫。原生态的雪景、淳朴的民俗、美味的农家菜，威虎山雪村荣获 CCTV 2015年度中国十大最美乡村提名奖，形成了雪村独具特色的乡村冰雪文化。冬季的莲花湖宽阔平静，晶莹的湖面为打造冰上游乐园提供了天然场地。惊险的冰滑梯、刺激的冰上穿行、有趣的冰爬犁，感受着冬捕寒钓，更是为隆冬季节增添了一抹亮丽风景。这些具有东北特色的冰上娱乐项目，使莲花湖成为冬季冰上游的首选，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。